其实这个办法并不困难。我用到的力量也是您熟知的，您只需要敞开身心，感受我传递的能量，尽可能将周围一切的能量融入体内就可以了。复活小舞时一样，庞大的神之气息输入，我的修为很快就攀升到了万年蓝银王级别，但后续需要的能量只会越来越多，就算你精神力再高也不足以支撑。海神之光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，您恢复人形的关键在于吸收足够的蓝银皇能量，这也是我决心在冰火两仪眼完成这件事的原因。第七魂技，蓝银真身。最终进化技能，海纳百川。随之进化到了巅峰境界。
当海纳百川发动后，只要周围还有蓝银草存在，领域就能将所有蓝银草的生命力转化为蓝银皇的能量，永远不会枯竭。但是妈妈，您不需要担心子民们的生命力被过度消耗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既然能将海神之光和蓝银领域融合施展，创造出全新的海神蓝银领域，小三，你是我的骄傲。妈妈，一切都交给我。这个茧就是魂兽进化十万年的标志，我们只需要等妈妈破茧而出，重新化为人形就行了。阿云，我们一家人真正团聚的时刻很快就能到来了。一个唐三，想不到听懂皇宫遗诏，你也和我一样走上了成神的道路。但是大海永远也无法企及天空之巅。唐三，我和你之间只有一个会成为世间最强者。爷爷，我的魂力已经修炼到95级了，还不足以开启第八考吗？我今天正是来传达天使神的旨意。小雪，经过前七考，我相信你已经完全理解了天使神的荣耀，但你可知身为天使神的职责是什么？斩杀清除世间一切的罪恶与疾病。不错，手握天使圣剑，审判人类的罪恶，这就是你第八考的内容。记住，天使神一直在看着你，你必须去除掉个人的情感，做出公正的判决。小雪，不要以单纯的是非善恶进行判断。如果用天使神的眼光看待世人，什么样的罪恶才算不可饶恕？